这房子怎么样啊？房子行吗？啊？哎，到了吗？这是小蜜蜂，真的搬家了。兄弟们，你看这地方咋样啊？这房大不大？比以前大很多了是吧？挺大吧？啊？可能，咱还有大院呢，咱还有大院呢，看看这地方咋样啊？沙发扛死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这可热闹啊，兄弟们啊，待会儿都别走啊，这会儿可真热闹。几层？行了，别吵吵了，出来溜达吧。来，大脚，我的妈呀，大脚啊，操，真他妈让操心了，大脚。嗯呐，老四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你们真是让我上火呀，你们真是让我上火呀，我靠。老四也尿了。小迷糊，今天太你播你的，完我收拾。我收拾吧。哎，往下拽。点点红心的啊！兄弟们，点点点点红心，等你们点红心。咱是客人呐。哎，这个东西你不用拔，拔它干啥呀？
不，你不用拔它。不是，不是，他们都湿了一会儿。啊？让他们进去吧。让他们进去啊。哎，你们行不行啊？我去拿铁锹去。啊？我去拿铁锹去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铁锹在这儿呢，铁锹在那儿呢。我去拿铁锹去。啊！我去拿铁锹去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铁锹在这儿呢。铁锹在那儿呢。我收拾吧。我收拾吧。我就怕。我怕跟巴顿赶上，别也不怕。我跟你说，你干起来，韩哥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看着吧，你看热闹吧，你。大茶先放出来啊！大茶、七七、巴顿在一个笼子里呢，二哥先出来应该没事儿。没压吗？哎呦我操，这里都是粑粑呀！你又往外头冲就完了。快来，快来，进来，进来！有没有给他们拍他？要不在外面晾着吧，他们没事儿。来放放，那等会儿放，手指吧，看看，拿手指媳妇儿，这儿这儿呢，手指，没事，一卷就够用了。哎呀，你们几个，快点啊！这里有，有手指啊，你们拿手指插笼子，要麻不？这你干嘛过来？多了，那那那，外面不有一个吗？拿外面那个。拿这个吧，拿这个没事儿，随便。点点红心呗，红心点一点。我点点红心啊，老铁们，停，一会儿，一会儿。二哥，巴顿不胖就没事儿，你查查了，七七了，那都没事儿。老袁懵逼了，忙的，累人。会出来，会出来，来来来来来，过来，会出来，会出来啊！来，汤哥，你说，你说我这走了之后，你说你别管，你说我这走了之后，他们能找你？能找你？能找我吗？肯定找你啊！我走了啊！你啊，行了，你们在这儿吗？我走了啊！听话啊，也听韩哥话啊，好了，行了，你们都是我的了，啊，都是我的狗了，哎，着急着急呢啊，咱们点点红心啊，红心往上走一走，行吗？一会儿咱家那些还没放出来呢，一会儿放出来不知道啥样呢，不得乱套啊，什么叫啊，狗叫呗，尖尖的是二哥叫啊，横着叫是奶茶叫，俺也不开播，老爷来了我就没开。他们找没找我？这不找你呢吗？全等你。都找我呢啊！都找我呢，来，丢一个，丢一个。好，好，谁？我家那小子，我家那小子丢了，那小孩跑了。小子呢？丢了。丢了。我靠！我给你丢外头了呢，快来！哎，你把我们宝贝们放上，宝贝们放上，全放出来啊！啊，放在直播间热闹来。媳妇儿啊，你出来吧，全放，我怕控制。大家伙点点爱心，兄弟们啊！咱这屋里总有几个狗，我家就六个，还有我家就六个。
啊，要疯了。我家就六个，再还几个，我看啊，还有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、十个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个。我的妈呀！十五个啊！乱套了啊！行了，别吵人了。好了，听我说。好了，听我说。啊，能别吵人了不？给不给我？给。发动呢？没了，韩哥，我跟他俩开个会。你先开会啊！我跟他们仨开个会。能别吵？我进去能不能把我咬了？不能啊，不能。我说啥了？跟你对话呢？谁呀？啊？我说喊什么？啊？把凳子拿走。把凳子。我说好什么？啊？哎呦我去，太壮观了啊！给二哥放出来没事儿。上外头，放外头，开门，上外头走，上外头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出来开门去，媳妇儿，上外头走，拉板啥呢？哎，走了，走了，我二哥。啊啊！外面先说了，没说呢。哎，那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这也没人回答呀，看不过来现在。你想问啥？谁家呀？这谁家呀？不知道这谁家呀？这老些狗谁家？咱们。哎呦我的妈！咱们点点红心吧，妹妹能放出来，呱呱不放吧？啊？哎呀，妹妹懵了，妹妹懵了，妹妹。哎呦我操！憋不住了，憋不住了，你能不能憋一会儿啊你啊？啊，老大太稳劲了。过来，都过来。干啥？拆家呀？你们要啊？开吧，放吧，我开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谁尿的？我想知道啊！谁尿的？二哥尿的啊！二哥尿的！我的妈呀！这家伙累死我了！你们几个能不能过来？我给你们开个会来！我发现你们呀，现在没有组织，没有距离啊！啊！过来，来，都过来，来！我给你们开个会！啊，没组织，没距离啊！干啥呢？这是啊，乱七八糟的呀！这是啊，来沈阳干啥来了？哎呀，这不到沈阳了吗？兄弟们，来看俺家奶茶，奶茶呢？哪是奶茶？这个是俺家奶茶，奶茶。呀，这是俺家 seven， 兄弟们，这边欢迎我韩哥，兄弟们啊，咱们给韩哥点关注，兄弟们啊，咱们给韩哥现在在韩哥家呢，兄弟们在韩哥家呢啊，这些狗狗，兄弟们啊，你看。这个是二哥啊，不，那是七七啊。然后呢，这是 seven， 老大，二哥，这是俺家奶茶，兄弟们，奶茶是俺家 seven 的大闺女啊。
欢迎韩哥，兄弟们来，咱们把那个，咱们把欢迎打出来，兄弟们来，再给韩哥点点关注，兄弟们啊，欢迎我韩哥，老铁们啊，今天晚上兄弟们啊，三八呀，在沈阳这地方啊，无依无靠啊，开车太累了，兄弟们，实在没办法了，来韩哥这休息一会儿，休息一宿，韩哥没毛吗？韩哥没毛病。哎呀，欢迎兄弟们，咱把韩哥打出来，老铁们，哎，再给韩哥点点关注，都是咱自己家人，兄弟们，都是咱自己家，大家伙点点亮，兄弟们点点亮，啊，不是广西吗？咱们在沈阳的兄弟们，咱在沈阳的啊，还累死我了，这老四啊，老四和小迷糊他俩太不听话了，兄弟们太不听话了，折腾死我了，啊，欢迎兄弟们来，再给韩哥点点关注，老铁们啊，韩哥家老有意思了，老铁们，哎，那三个小的不放出来呀？啊，欢迎韩哥，兄弟们，再给韩哥点点关注，一号麦，兄弟们来，再给韩哥往上搂一波，我看咱三万家怎么样，兄弟们，咱三万家的凝聚力行不行，兄弟们，我看咱三万家凝聚力行不行，再给韩哥点点关注，搂一下子，兄弟们来，咱给榜一搂一下子，过来来三万来，我非得给你们几个开个会，我发现你们现在没有组织，没有纪律啊，啊，早就关注韩哥了，刚刚说八顿，还以为妥妥家的呢。这个八顿是韩哥加八顿，兄弟们，再给韩哥点点关注，你们来，再韩哥还剩两百多个人，还有，哎呀，大脚啊，你上楼上干啥去了？啊，大脚，啊，大脚，上楼上干啥去了？啊，小迷糊，你说小迷糊，小迷糊，你到哪儿你都这样式的呀？迷糊啊，啊，那随地大小便的迷糊啊，啊，迷糊啊，那能随地大小便的迷糊啊，啊？能让老爷省点心不？他们不咬架，你知道他们为啥不咬架吗？兄弟们，你知道他们为啥不咬架吗？啊，奶茶在这儿呢啊！奶茶是俺家塞文家最小的一个姑娘，兄弟们啊！你没发兄弟们，你们哎呀，干啥呀？这干啥呢？这是啊？这一见面怎么一身哈喇子？谁呀、啊？这是？啊，是不是七七呀、啊？没一个省心的，血缘关系呀、啊，真是血缘关系，血浓于水。奶茶，哎，你仔细看啊，老大跟奶茶长得真像。我刚才我看了，奶茶跟老大长得真像。现在瘦，哎，兄弟们，咱给韩哥点点关注，一号麦，老铁们来，咱给韩哥点到60，给点70万得了。哎，过来来，干啥去了？我在这喊没事吧，大哥？没事啊，我嗓门可大呀。滚下来！啊、哦！我真是该给你们开会了，真是啊、哦！一个个的，你们几个呀，这到自己家了是咋的？快下来！你上去拉粑粑去了？啊，找个制高点，还不下来来！老四不能带头，老四哥啊！狗渴了，早就关注了，兄弟们，感谢大家伙，兄弟们啊！韩哥，兄弟们，韩哥，我跟你说句实在的，兄弟们啊，为什么三文爹总想给韩哥点关注呢？因为韩哥不是三文的救命恩人，兄弟们知道吗，老铁们？啊，你总关注我家人，大家伙都知道韩哥是俺家 Sam 的救命恩人，大家伙给点点关注，老铁们，一号麦啊，呀，这谁？这谁？他我不认识，这谁？那黑的是谁？百万，黑的呱呱，那妹妹是吧？妹妹，啊，兄弟们，你们知不知道？兄弟姐妹，大家伙知不知道韩哥是俺家 Sam 的救命恩人呢？大家可以点点关注，兄弟们啊，来沈阳。哪也不去，兄弟们，就上韩哥这儿来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哟，韩哥，妹妹，他跟你好啊。妹妹，你怎么自来熟啊？你别咬我啊！别咬我！我跟你说，我可狠儿！我告诉你，我可断毒，我可带人来的啊！我告诉你，咬我马人了啊！别咬我，别动，下去！哎，好。你咬我，我真马人了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四哥在我家那片可是扛把子。你看我四哥谁敢惹？都没人跟我四哥玩，看没着？啊，妹妹很听话，不咬人，老爷。啊，我怕他咬我，兄弟们。我他不咬我的话，怕我怕他往我身上吃尿啊，兄弟们啊！感谢大家伙，兄弟们，谢谢大家伙啊！这只猪好苗条，你说哪只猪？哪只像猪？哪只像猪？迷糊，高不高兴？迷糊，迷糊，俺家迷糊没见过啥世面啊！像是这种啊，俺家迷糊这是见世面了，兄弟们啊，迷糊从来没就是说跟这帮啊这么多狗在一块儿，没也不是头猪吗？
大家伙点点亮行吧，俺们现在在沈阳呢，兄弟们在沈阳啊，让大家伙给韩哥点点关注，欢迎欢迎小小苏姐姐啊，小苏姐姐是沈阳的，姐俺现在到沈阳了啊，有点太晚了太晚了，俺现在是明天早上一早就得走啊，要不就跟小小苏姐姐见一面了，小小苏姐特别喜欢你家 seven 啊，欢迎姐啊，欢迎小小苏姐啊，欢迎姐姐啊，感谢大家伙，兄弟们咱给韩哥点点关注，老铁们啊，好不好？你能点啊，他们说我关注上线了，上主页能点，上主页点，上主页为什么关注上线呢？有热门啊，有热门啊，今天涨了能有一千来分，来来来，能不能坐上一排，我说话好不好使，韩哥，我对他们几个说话好不好使啊，叫过来了，过来了，点完了，谢谢大家伙啊，我不韩哥，我想知道我安排你家狗行不行，好不好使，这家长大呀，张七七啊，这个七七长大呀，啊，今晚点不了，大家伙去主页可以点啊，就是兄弟们你们点开这个一号麦，然后呢点头像，然后进去之后可以点个关注，兄弟们谢谢大家伙，兄弟们欢迎大家伙来到咱直播间，老铁们啊，感谢咱家三文家好朋友们对三文爸爸这些牵挂，兄弟们啊，大家伙都等着俺们到新家呢，兄弟们都等着俺们几个到新家呢，谢谢大家伙，兄弟们咱们明天我三文爹还得开一天车，老铁们三文爹明天还得开一天车啊，我寻思今天晚上来过来热闹，不是你们几个干啥去了，谁带头啊，怎么都要我看我瞅着上面有什么玩意儿都往上跑啊，谁呀，啊下来来点不了，八顿放着没事应该是啊，给韩哥点点关注，兄弟们啊，谢谢大家伙，兄弟们大家有想买咱家木耳的啊，老铁们啊，我跟你说咱家东北特产木耳一号链接，兄弟们19.9元180克47.9元1斤，兄弟们有想买木耳的话你们可以下单，兄弟们咱家木耳非常不错，老铁们啊，咱们东北特产啊，看八顿出来了啊，八顿给你们看奶茶吧，兄弟们给你们看奶茶吧，哎韩哥你拿来过来，来我给大家伙比较一下，兄弟们我给你们看看啊，奶茶跟三文长不，奶茶跟咱老大长得真像，乖，奶茶哎，像不像何老大？像，但是没有奶，咱家奶茶体格的小。老大，快来，老大，这儿老大，老大上来，老大上来，上上来。上杭州干啥去啊？老大上。你们不知道杭州啥多吗？老大上。杭州产啥？你们知道不？老大上。能听话不？我发现怎么一出来都不听话呢？啊？巴顿懵没？啊，奶茶粘的巴顿，像是俺家老大的孩子吗？啊，真像老大，像啊，跟老大，哎，真的，你看，对，杭州出美女，老爷，我跟你说，去杭州没安好心眼子。老大来，老爷属于闷骚型的，你找美女去了，你们说是不是？这杭州产美女吗？奶茶不能去啊，查查不能去，查查，查查呢？查查。我查了，查查，哎呀妈！查查来，叫老爷抱过来。他就跟妹妹玩。老爷，查查，你认不认老爷？查呀，查查来，过来，奶茶，你认老爷不？你老爷亲不亲？哎呀！让我摸。奶茶过来，奶茶，来，奶茶，我的妈呀，老爷倒了！奶茶，我的妈呀，没人管。我靠！我中毒了！哎，就俺家七七管你，谁也不管你，看着没？完了 ，seven 都不管你了，这老爷。哎，那块狗，让哪个狗叫尿了吧？狗尿。谁往我脸上尿尿了？真的假的？是吗？上劲了，二哥上劲了，二哥。你他妈往身上尿了，你啊！你那二哥上劲。这家伙怎么的？不是，我没看，刚才没看，这谁这往老爷脸上尿尿了？是吗？那也是赵光干的。啊、有狗尿尿吗？刚才你们看着谁尿的？谁尿的？啥意思？是俺家二哥尿的吗？我不知道谁尿的。我操！哎，啥意思？让你飞。他啥意思啊？喜欢你、啊。我当爸当成母狗了吧？我的妈呀！行了。哎呀妈呀！啊，好了。没看见呢。哎呦！那咋那么多水呢？那口水不能那么多呀。这我
那是尿吧应该。谁尿的？他喜欢你，你有狗缘儿，有狗缘儿。哎呀，做记号呢，当同类了是不？哎呀也好，干啥呀？你喜欢老爷？那管我叫老爷没毛病？没毛病，没毛病。叫大哥也行。你是他大哥。按底下了啊，给按底下了。这回二哥上劲儿。哎，闹闹闹！哎，二哥，你他妈挺厉害的。老四户主啊，老四户主啊。干啥呀？这是二哥欺负老爷，他不让他。你咬坏没呀？老四没事吧？他俩应该切磋一下，互骂一下子。没咬着。欺负我呀！老四户主，你看老四。行了，我不跟你们玩了。老四户主啊，谁还咬了？二哥跟老四干起来了。我挨咬了呗。没咬着你。还能谁挨咬啊？四哥咬不过大金毛。啊，坐着大脚了哈。啊？这谁呀？啊？我啥时候受过这种委屈啊？老爷委屈了，哄哄他吧，到时候你哄他。哎呀。抬你呀、啊，这身子热乎啊！老四啊，老四啊，四哥呀、啊，四哥过来，四哥没事吧？啊，四哥你没事吧？四哥吃亏了，咬着没？没吃过亏啊？咬着没？没事没事啊！四哥呀，没吃过亏啊！二哥挺猛啊，二哥。哎，这咱家这个叫呱呱。哎。这家伙老四从来没吃过亏啊，是吗？老四在这什么品种？看一下小猪，这是美国无毛梗，美国无毛梗，这是我家的榜一家的，我是榜一啊。下来，我是七七八段爱奶茶。小七七啊，四哥爱老爷，喝多了吗？没喝，喝不点东西，那点玩意儿对老爷来说就像水一样。兄弟们，咱给榜一点点，给韩哥点点，老韩哥家狗老有意思了，兄弟们啊。后面有网了吗？给你吧。兄弟们，大伙关注一下啊，老韩哥家老有意思了，兄弟们。老四，我知道，兄弟们，四哥想救我，我知道，我四哥想救我，兄弟们。把他没干上，二哥干上。哎呀，关注榜一了，兄弟们，感谢大家伙啊，给韩哥点个，韩哥家的狗老有意思了，韩哥家都有谁呢，兄弟们啊？我就不用说别的，兄弟们，看人家奶茶，俺家奶茶是俺家三院的大闺女，三院最小一个。哎呀，韩哥，啊、老大是俺家三院的大闺女。过来这边啊。二哥，你挺猛啊！二哥，关注榜一了，谢谢大伙儿，兄弟们啊！大伙儿又想买咱家宠物用品的，下方小购物车，大伙儿想买啥你们买啥啊，老铁们啊！咱家火腿肠14.9元买二送一，兄弟们啊！感谢大家啊！我的妈呀，我看我受没受伤啊？哎呀，我这到这地方啊，啥也没干呢，兄弟们，是让狗咬了一顿呢。老四，你要护我呀！老四，这是护我呀！结果老四也受伤了，四哥来，四哥老爷瞅瞅，四哥，老爷瞅瞅，看老四受没受伤。四哥没白疼啊，兄弟们，四哥有事真上啊，四哥呀，老四啊，老四你上这儿，老四你上这儿，四哥上来来，四哥你没事吧，四哥啊，老四老爷考你受没受伤了，四哥。受没受伤啊，老四没事吧，四哥啊，四哥保护他姥爷。哎呀，老四真是个好孩子，兄弟们啊，兄弟们，你们现在看上了吗？老四真是好孩子，老四护我呀。主播你哭，主播你哭啥呀？我到这我啥也没干，让狗咬了一顿的，兄弟们了啊。老四要护我呀，结果老四也被欺负了，咱家来人来少了，四哥不白疼啊，兄弟们啊，真没有。今晚大家伙儿没事儿，兄弟们，老四也没事，他就是闹着玩，他们就是闹着玩啊，兄弟们啊，大家伙儿不用担心，老铁们啊，我真被感动了，兄弟们真被感动了啊，老四真是护人护主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，四哥真好。为什么说兄弟们咱四哥有才呢，兄弟们？为什么四哥有人愿意看呢，兄弟们啊？因为我四哥真是保护主人呢，我四哥跟我之间关系真好啊，我没白培养四哥呀，兄弟们，没白给他找媳妇儿啊，兄弟们啊，我还给四哥找了二婚呢，四哥。老四，快来啊，兄弟们，咱给榜一点点关注，给韩哥点点关注，兄弟们啊，咱给点了69.2万，行不行，兄弟们？大伙儿给点点关注，老铁们，告诉你们怎么点啊，老铁们，大伙儿点开上面的三个，点开咱家榜一，咱家榜一的主页，兄弟们啊，进主页里头点，你就点他头像。
点了头像，然后再点头像，然后再点头像，进主页里头，兄弟们，大家伙就可以给点个关注，兄弟们，人家家伙老有意思了，兄弟们啊，欢迎大家伙啊，四个真好啊，然后有想买咱家宠物用品的兄弟们，咱家木耳啊，宠物用品呢，大家伙可以上咱家，兄弟们，咱家木耳，老铁们，咱家木耳在下方小购物车，兄弟们啊，咱们家是东北特产，兄弟们啊，下方小购物车第一个链接，19.9元，180克，47.9元一斤啊，感谢大家啊。你看大脚造的，你看大脚造的啊，关注了。呀，这狗子是真喜欢我，他为啥这么喜欢我呢？我想知道。哎，这二哥为啥这么喜欢我呢？啊？把盾哎，他们平时的时候这么闹吗？我靠，老四是真护主，老四又跟人干仗了，我的妈呀！没事，韩哥，没事，咬不坏。妹妹进去，哎，你不别回去，二哥回去。兄弟，你看着老四要老四，兄弟们，你刚看着老四了吗？老四，老四保护老大，老四刚才保护老大，保护我。哎，你说老四真是好，兄弟们啊！叫马盾进去，马盾回来查查。四哥太好了，尝尝一点外头吧。老四不让，真是兄弟老大老四真不让。你刚给巴顿关起来了啊？他还怼七七，你看谁呀 ？Seven 怼七，还怼的呢。我怼的，你看。我的妈呀！我怼的，你是不是发型了？七七。坏了。啊？又发型了，你看啊，偷摸怼的。你看啥？你看 Seven 兄弟们啊。你看 Seven 老铁们啊。他怼你啊，姑娘。欢迎大家伙，大家伙点点亮，兄弟们，咱点点亮啊。欢迎大家伙啊，大家伙又想买宠物用品的老铁们啊，咱家迪特除臭剂是买一瓶送一瓶啊，老铁们啊，买一瓶送一瓶。七七啊，七七过来，七七过来，来听话，让人三人怼一怼，过来来过来来，哭了，七七呀、啊，啊七七呀、啊，啊你看啊，你看着啊，你看着啊，行吧，看三吧啊，凶呢，你凶呢。哎，三位还没忘呢哈啊！你凶呢，七七凶呢！哎，有兄弟们，咱直播间有多少人？有多少人记得两年前啊？三位怼七七，怼急眼了，他们俩。啊？为啥呀？我不知道为啥怼他，兄弟们，你看，你看着啊，看着啊，他俩应该不能干仗，我感觉。嗯，赵七七鸡呢？啊？你看三位啊，兄弟们啊，你们看三位啊。记得是不是、啊、兄弟们啊，看着三毛啊，老铁们转毛毛怼俺们啊，转圈怼啊，三毛太聪明了，还记恶如仇，三毛记得他谁也不怼，就怼七七啊，谁也不怼，就怼七七。明天去杭州吗？兄弟们明天去杭州啊，今天晚上在韩哥这块儿，七七来，七来摸摸啊，你趴着呗，七七，你趴着让三元怼怼呗，行不行？七七没事，他怼的不疼啊，没事啊，有老爷在这儿呢，好不好？七七呀、啊，啊，你喜欢谁呀、啊？啊，你不喜欢 Seven 呢？他为啥总爱往上跑呢？他们，你家狗愿意往上跑吗？啊？你家狗愿意往上跑吗？还是俺家狗带的呀？啊？迪特除臭剂是买一瓶送一瓶，兄弟们啊，过来来那啥。大脸太笨了啊！大脸太笨了，狗粮包头是几天能发货？明天就能发货，兄弟们，明天就能发货啊！咱家狗粮149一袋，在第三个那页，14920斤啊，什么狗都能吃，兄弟们啊！我的妈呀，七七，这给七七怼的啊！七七挨欺负了，我的妈呀！啊！凶他，凶他！哎，七七平时凶吗？啊？他也急眼、啊，嗯，哪个是石榴？那个是石榴吗？这个是石榴是吗？这是石榴，石榴来，石榴挨欺负了没有啊？老四看着石榴呢，老四啊，四哥呀，没事吧，四哥啊？好，四哥啊，好，四哥聪明，四哥棒棒的啊，四哥啊，
你看我四哥平时没啥事，迷迷糊糊的啊，关键时候四哥一点都不迷糊啊，以后可不能管我四哥叫四迷糊了，兄弟们，七就是护着奶茶。哪个是妈妈呀？二傻，啥子？啥？哎哎，他怼他呢。这家伙三文就怼他啊！三文就怼那个七七，你看着啊，三文又去了，兄弟们，看三文又去了啊！你看三文又去了啊！奶茶，奶茶来，奶茶过来了，奶茶，快来！奶茶跟老大长得像，你们看，奶茶呀，奶茶跟老大长得像啊！待会儿就喜欢俺家奶，兄弟们，奶茶可是俺家三文的大闺女啊，俺家三文最小的一个闺女，兄弟们啊，奶茶是俺家三文最小的一个闺女，老铁们，你们喜欢奶茶的话，奶茶跟老大长得可像了，有意思吧，兄弟们？还是狗多有意思啊！奶茶跟三文，奶茶跟俺家老大长得像。把二哥龙的铁丝呢？啊？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，鞋柜上呢。盖饭怎么办？奶茶，那个三文怼七七啊，偷摸怼。偷摸怼。盖饭现在我没挂，兄弟们啊。啊，我挂咱元气蛋了，兄弟，元气蛋是买十送八，买二十送二十，买三十送四十啊，买三十个送四十个。过来来，过来来，过来来，三文你别怼他了，三文好不好？三文来。三文，你不能怼他了啊！你俩，哎，三文跟啊，三文跟巴顿他俩是亲家啊，不是？哎，巴顿是俺家三文的大姑爷啊，姑爷子呀，那是啊！我的妈，这姑爷比他妈三文都老啊！这俺们串亲戚来了，兄弟们啊，来这串门嘛，串亲戚来了啊！这都有亲戚关系的，老铁们。啊，大家伙儿啊，咱元气蛋买三十个，买三十个送四十个，兄弟们啊！泥鳅元气蛋，兄弟们买三十个送四十个啊！买二十，买二十送二十，买十送八啊！韩哥，兄弟们给韩哥点关注，大家伙儿，哎，你们哎，韩哥怎么能给你点关注？我看你把手机拿来，你把手机拿来，快来，韩哥。感谢大家伙，兄弟们，实在亲，真实在亲戚，兄弟们。奶茶，哎，奶茶现在几岁？奶茶现在两岁了吧？啊，奶茶都两岁了，兄弟们啊！我告诉你怎么给韩哥点关注，兄弟们，你们给韩哥点关注，韩哥可是俺家三文的救命恩人了，兄弟们啊！我告诉你们啊，真是，大家伙在主播榜单，兄弟们啊，看什么？点开上面这个，然后点主播榜单，然后点进去，兄弟们，然后再点进去，知道吗？在这个主页点关注，兄弟们，知道吗？哎，在这个地方点关注，你看取消了吧？再关注一下，兄弟们，知道吗？啊！没点关注，大家伙点关注，兄弟们啊！谢谢大家伙，兄弟们啊！讲讲为什么去杭州，以后回牡丹江，兄弟们，回牡丹江啊！我去杭州，老铁们就是为了第一呢，啊，杭州美女多。你看你这是提的敏感话题，你就说实话吧，你怎么一天对不对啊？关注了，谢谢大家伙啊！我可是我。来，我转摸摸。上杭州，兄弟们，上杭州第一呢。第一呢，带狗狗出去玩。第二呢，兄弟们啊，上杭州呢，兄弟们带狗狗一块走，出去走一走，逛一逛。然后呢，兄弟们就是，能有更多的机会吧，兄弟们啊。我是没办法，兄弟，我是走到哪儿带到哪儿。俺家狗是走到哪儿带到哪儿，知道吧？我走了不没关系，但是我得带着狗。啊，老铁们，咱那狗这么多狗，我都得带着。转过来了，转过来，上台得房子来了。啊，七七，来，三文跟七七不对付呀，啊？七七他俩不对付呀，七七七真漂亮。那个时候俺家就怼，是不是？三万怼的真牛逼呀，啊，真怼呀。哎，七七刚才我想知道七七刚才做什么对不起三万的事儿了吗？啊，这是你妈妈。啊。是三万，这是你妈妈。查查。查查。查查。你妈妈。这是妈妈。哎，你拿着，拿着。查查。查查过来，来，三万过来，查查过来，过来来，查查来，过来来，查查来，又跑了。查，奶奶过来，这是妈妈啊，妈妈。查查过来。啊。哎，你看，你说我打查查，三万能不愿意？啊。你打不着他。啊。三万，我打他了啊。走，马上跑。咋了？咋了？走。我揍你，你瞅啥呀？啊，我想揍你了！哎呀，
三文就偷摸的怼七夕啊。三文，三文来，三文来，三文你过来，三文来，过来，三文来，三文你来。三文呢，这是朋友啊，没事，没事，哎，不怕，不怕啊，哎，不怕，不怕啊，好，哎，好宝，好宝啊，好好好啊，哎，好好啊啊，好孩子，哎，好，哎，我的妈，是朋友啊，没事。啊，三文跟你闹着玩呢，三文喜欢你，七七懵了，三文喜欢你，他不喜欢你，他就咬你了，知道吗？那是喜欢你，表达方式不一样，表达方式不一样啊，他哎，那这你家七七在瞅呢，这儿来瞄他呢，你可别他妈怼我呀，瞅着呢。三文呢？三文怼他啊，三文你怼他，三文怼他呗。哎呀妈，热闹吧啊！哎，欢迎大家伙儿，兄弟们啊！欢迎大家伙儿来到大家直播间，着急吧啊！老四呢？四哥呢？四哥巡逻呢？我四哥搁这巡逻呢，兄弟们啊！哎，原来大家买十个送八个，买二十送二十，买三十送四十，兄弟们啊！活动力度非常大，兄弟，咱元鸡蛋啊，想买元鸡蛋的话，大家伙可以去拍单。你兄弟们，你们拍三十个元鸡蛋，我给你发四十，我给你发七十个元鸡蛋，老铁们啊，感谢大家伙。现在奶茶跟我关系好不好？我奶茶要抱奶茶，奶茶让抱不？让啊，奶茶让抱让啊？让谁？找谁发货？哎呀！咱自己家发货，兄弟们，咱自己家发货啊！还有咱家这个磨牙棒，兄弟们，咱家这个磨牙棒拍一发四，兄弟们啊！磨牙结石棒拍一发四，一盒里头总共有35根，四盒加一块总共有140根，兄弟们啊！咱家这个磨牙结石棒给狗狗清洁牙齿的，拍一发四，一盒35根，四盒就140根，超级划算，兄弟们啊！咱家现在就是甩货价，老铁们啊！大家伙想买的话，你们可以拍单甩货价，兄弟们拍一发四，140根，训狗啥的，兄弟们给狗磨牙啥特别好，兄弟们性价比特别高啊，老铁们啊，水没了，狗想喝水，哎妈，不能喝太多水了，没少喝，他没少喝水，四哥来啊，四哥在巡逻呢，四哥说谁敢欺负我啊，鸡毛温顺，谁敢欺负我这一家子啊，这么闹呢吗，干啥呢这是啊。欢迎多米，欢迎咱多米姐姐啊！欢迎多米姐姐，兄弟们，咱给多米姐姐点关注，谢谢多米姐姐啊！谢谢啊！啊！上回来我家也是，三文就怼。指定要发行了，嗯，指定发行了，一山不容二虎，知道吗？发行也不行。对，不行。老大发行，三文也怼；老小鼻肉小石头发行，老四也怼。是吗？三文也怼，对，他指定发行了，100%，他是有味儿。干啥？看，他就是看不上的。你看，怼下就跑。三万打游击的，怼下就跑。拍一发四行吗？拍一发四。老韩快，他拆草坪呢。你干啥呢？别让他拆。哎，大脚，这他妈是你自己家呀？啊？大脚，握手。大家鼓掌，立直鼓掌，鼓掌，好好的，不能拆家啊，这家到哪拆到哪儿啊，谁教你的呀，不学好呢这孩子，着急鸡嘴蒙圈了，踢的不敢下地儿，踢不敢下地儿，他得空就怼，你看大脚，你看奶茶不让，哎，你看啊，奶茶不让啊！哎呀，我这俩三为什么这么喜欢怼呢？啊，为什么这么喜欢怼？欢迎多米姐姐，兄弟们啊！欢迎多米姐姐啊！兄弟们，感谢大家伙儿啊！进屋吧，啊，进入狗他们能不能叫唤？啊，这么快到杭州了？没到杭州，兄弟们，俺在沈阳呢，俺们现在在沈阳呢。大脚。乱了，乱套了，兄弟们，乱套了，啊，乱套了。大脚呢？来，大脚来，过来，大脚。大脚来，大脚是不是饿了？过来来，感谢坚持啊，谢谢坚持啊。呀，咋关黑了呢？灯在后面啊，过来来，快来。
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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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几个进来了，快来来来，老大来，你看自己家狗少不少，铁树大脚老大老四 seven 小石榴，人数够，人数够了啊，人数够了，一下大了。哎，他家这还有这几个家伙呢，兄弟们，这几个家伙你，哎，这小家伙来就蒙圈了，啊，看狗了扫吗？狗没扫，兄弟们，狗没扫，啊，我给你看一下，从点名啊，我点名，老四坐，老四，四个坐，好，啊，四个坐这儿，啊，老大坐。大点坐，小明坐，小石榴坐 ，seven 呢 ？seven， 那个是奶茶，那是奶茶 ，seven 呢 ？seven 追大眼去了吧？不 ，seven 追那个追七七去了。他怎么这么喜欢怼他呢？你俩之间有仇啊？啊？有仇恨呢？这是啊？不对付啊？兄弟们，你们有没有想买这小狗的？老铁们，你看这小狗老好看了啊！待会儿，哎，你看，哎，韩哥，你拿着，我看，我看啊。我跟你说，刚才俺们家狗一进来，你看他们几个咋的？他们几个都搁这儿。哎，韩哥，你看着那一出了吗？啊，都在这儿。哎，看，过来来。害怕老爷呀？懵了。你看这。哎，我这不一下我就趴下了。你吓狗呗？不是我这么害怕呀？啊？怕呀？我的妈呀！我不能不吱声啊！好了，你看，什么？我这么吓人吗？吓狗不吓人？你看给狗吓了。怕老爷呀？啊，老爷还是老爷？完了，这谁不愿意了？是他孩子吗？是他俩的孩子啊，他俩的孩子。你哎，兄弟们，你们想买咱小狗的话，咱们买这小狗。哎呀，这小狗老好看了，兄弟们。你在二号卖的吗？兄弟们，给二号卖点关注啊。韩哥，兄弟们，这什么犬？韩哥，美国无毛梗。美国无毛梗啊。哎，这狗以前都 EW 哈啊，以前。原先 EW 多。啊，现在兄弟们，你们想买的话，给韩哥点关注啊。现在你三克你就卖啊啊。嗯，哎呀，就三个，我不着急。就三个，还满月。韩哥，点点关注，兄弟们。还满月。你这小狗没有毛。哎，兄弟，这个小狗没有毛，大家伙儿，你在家里养着它，不用怕掉毛，你知道吧？小狗老好看了。哎呀，抱抱来。啊，别哭啊。啊，别瞅我。啊，怕老爷啊。给人吓坏了，你瞅瞅，兄弟们，你瞅瞅啊。吓坏了，蒙圈了，蒙圈了！这小公子啊，为什么点不了关注？上线了，你们点开主页进去就能关注了 啊！点开头像进去主页就能关注了。小狗，兄弟们，这小狗老好看了，你们给韩哥点关注了，是吧？啊，这小狗，说实话，我家就狗太多了，我家狗不多，高低拿走一只。那也拿走吧，你喜欢哪个拿走得了。狗太多了，现在没办法。我真喜欢这小狗，我两年前我认识你的时候，你也要这小狗，啊？干净啊！这是美国无毛梗，不长毛。嗯，美国无毛梗，无毛梗，没有毛的。嗯，养这小狗跟养那猫似的，这个是吧？嗯，说这小狗好看，你小狗长不大，长关注不了，上线了。点开头像进主页就能关注。长这么大了就？那是大妈。啊，这是妈妈。那个是爸爸。哎，韩哥，先是姨妈色的好看还是这样好看？都好看啊，都好看。这属于蓝是不是？蓝白。嗯。哦，长得跟猪似的。哎，小迷糊。哎呀，你别提小迷糊，你提小迷糊，我寻思你跟小迷糊是不是亲戚？是不是亲戚啊？我看小迷糊。迷糊。又谁呀？又咋的了？迷糊。猫猫怎么咬的？他怎么咬小狗了吗？你们家狗咬，俺家狗不咬。啊，迷糊。哎，这干啥呢，七七？塞文老怼俺们七七。哎呀，你要吃了呀？
你要小狗就咬，大狗就闻，嗯，是不是？你小明就闻，小明啊，老爷给你整个拖上媳妇，你要不要？给小明整个拖上媳妇。一圈子啊，好看，好看吗？兄弟们，给二号麦韩国天的观众听吧，想要这小狗的啊，这小狗老好看了，兄弟们啊！哎呀，我的妈！你不能出来啊，你出来跟老师干仗啊，老师干不过你呀、啊！哟，他是不是眼睛让老师咬坏了，韩哥？啊，你看看。让老师咬坏了，让老师咬了吧，吃亏了吧，瞅瞅，哎呀妈，我看看，我不是咋的，快四个四个咬的吗，瞅瞅眼珠子咬着没，二哥坐下坐下，这边可不是吗，咬出血了，这二哥眼睛咬出血了，这哎呀我的，别老四，别走了，别走了，四哥呀，给老四留下吧，留下当腰费吧，行啊，给老四留下当腰费吧，四哥你留着吧，四哥啊，四哥你坐着吧，你留着吧，啊，你坐着打工吧，行不行、啊、给人咬坏了咋整啊，老爷赔不起呀、啊、四哥威武啊，四哥说我可不管那闲事啊，四哥真猛，四哥护主啊，兄弟们好像、啊、四哥真护啊，看巴顿呢，这兄弟们，这是俺家 seven 的姑爷啊，老铁们有不认识俺家 seven 的姑爷吗？俺家 seven 都有姑爷子了，老铁们啊，这个 seven 的姑爷啊，seven 姑爷好看呢啊！我要给老四找个媳妇，找上这样媳妇就好了，兄弟们，给老四找上这样媳妇啊！感谢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，兄弟们啊，谢谢大家伙啊！咱们家有好多东西，兄弟们，咱家这个看啊，兄弟们有想买咱元气蛋的，老铁们，咱第十个链接元气蛋，买十个送你八个，买二十个送你二十个，买三十个呢我送你四十个，兄弟们啊，买三十个送四十个，元气蛋现在超级划算，兄弟们啊，元气蛋现在超级划算，给狗狗吃的元气蛋，兄弟们，元气肉蛋里边含肉量非常高，西兰花啊，鸡肉啊，鸭鸡胸肉啊，鸭胸肉啊，兄弟们还有那个鸡肝啊。啊，老铁们，元气肉蛋啊，大伙有需要的话你们可以拍单，咱家总共四个口味，四个口味平均发啊，别生气啊，我替老师给你道歉了，别哭啊，二哥别哭啊，好好啊，哪儿有泪不轻弹，我看我瞅瞅我瞅瞅，哎呀我的妈呀，四哥下手那是没轻没重啊，四哥呀不敢跟四哥闹了吧，吃亏了吧，我四哥扛把子的，跟你说你不相信啊，把谁咬了，把谁咬了，把二哥咬了，把韩哥家二哥咬了，咬坏了，奶茶老公吗，这个是老，这个是奶茶老公，兄弟们，这是奶茶老公啊，三天下山去哪儿，去哪里，下山去杭州啊，兄弟们啊，迷花下站去杭州啊，哎你家屋里挺凉快啊，啊凉快吗，家里挺凉快，嗯，感谢大家兄弟们，谢谢大家伙啊，还好咬到眼皮了，没碰到眼睛就好，老四的媳妇那会儿逗着那会儿，四哥的媳妇跑哪去了，三万跟他不对付，你看啥，三万他俩干仗呢，俺们三万和七七他俩干仗呢，定居杭州了没有，兄弟们没定居杭州啊，三万你看着啊，三万看着啊，他俩不对付，你看啊，三万你不能咬他了呀，还有你们几个呢，韩哥家成动物园了，兄弟们，他说那韩哥家成动物园了啊，一家五到六口子住谁家也够呛，一家五到六口子住谁家都够呛，要我说吗，兄弟们跟韩哥咱就是关系好嘛，知道吗，兄弟们跟韩哥关系好，你要说兄弟们咱上谁家带五六个狗谁家能住啊，对不对，兄弟们带个五六只狗谁家能让你住啊，
是不是？这小坑吧，这是，这小坑吗？坑。啊，老爷住哪儿？住哪儿搬呀？往哪儿搬呢？往杭州搬，兄弟们，往上杭州搬啊！哎，这小坑是不是？对。啊，把它放出来呗。放出来，这些狗不行。啊？这狗不行。咋了？吃亏啊？能撵它？能吗？能，肯定能撵。能撵它呀？它是不是可愿意玩了？可愿意逗这些狗了？啊？跑。跑。那就爬俺们了，不行。把它放出来得，老了不去吗？老了现在，我媳妇现在已经到杭州了。我媳妇现在已经到了，一个，你看你家几个动物啊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、十个、十一、十二个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个，是吗？啊？嗯，六。十五个再加上我们家的六个，兄弟们，总共是屋里头21只狗，21个动物。太尴尬了，老爷在杭州买房子，不是买的房子，租的啊，可不能放啊，再咬着，玩疯了，兄弟们，他们已经玩疯了，玩开了，老好玩了，狗一多有意思，兄弟们，狗一多老有意思了。有不冷的就干仗。来自己开车吗？有助理开车，兄弟们。不是我自己开。老四。老四，你来四哥，我看我四哥受没受伤。韩哥，我看我四哥受没受伤。韩哥，来，你拿着手机来，韩哥，我瞅瞅我四哥呀。四哥，老爷瞅瞅，老爷给你检查检查身体。四哥，哎呦，老爷就行，给我检查检查身体啊。四哥呀，没吃亏吧，四哥？老爷瞅瞅，四哥，四哥躺这儿。老爷给四哥检查。我的妈呀，干啥呢？这是？你看，塞完怼七七。七七，哎，你说老四能咬吗？不能吧？老四不能咬，那母狗它不能咬。不能咬母狗。那四和母狗也咬吗？老四啊？哎、你家这个狗我总怕了，当老大是老大还是老奶茶呀？奶茶。奶茶老大胖，它脸像奶茶，胖了就像了。这么像啊？哎，你俩坐一块儿来。奶茶，老爷告诉你，是像啊。过来，来，过去，去。奶茶，你坐下来。这老爷，你看这谁去了？奶茶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是你哥，四哥，这是你大姐，真像啊！我的妈呀，你就看着脸，你就看着脸。确实像啊，像。塞文欺负七七，对，塞文怼七七，七七可能要发情了。这是谁？老大，喜不喜欢他？哎呀，干啥呢？啊！别扒拉我！啊，老四，可像了是吧？这个受伤了吗？这个没受伤吗？奶茶现在瘦，啊，养一养的，再胖乎胖乎的，就更像了。别说你，啊，别哭啊，四哥啊！分不清了，那脸儿可像了。但人老大，你看那大身板子，奶茶瘦，你们能分出来吗？你不仔细看，他分不出来。沈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。我操！沈阳要下大雨啊！啊，这什么猫这是？还说银点啊？银点。嗯。猫不能闻。啥子运动量太大了，飞不了。慢慢能飞，慢慢肯定能飞。也像这个，这是塞文。嗯。塞文就看着七七。看着呢，是吧？你俩是真不对付呀！我刚认识你俩就不对付。对，那阵儿塞文来看病的时候也怼七七。嗯，塞文那时候刚好。哎，他那时候刚好，奶茶太瘦了。看住了，没事儿，兄弟们，没事，闹着玩儿。塞文愿意跟奶奶，愿意跟七七闹着玩儿。嗯，七七啊，七七来，七七不生气啊，没气的，没话说了呢，七七，啊，七七啊。没事啊，好好宝啊，猫猫啊，三万不要干仗啊，三万好好的啊，好，展示一下猫咪呗，你要想看猫咪啊，你们想看猫咪的话，大家伙给榜二点点关注，兄弟们，你们可以给榜二点点关注，哎呀，榜二是过12点，这可以点关注了吧？过12点了，是不是？三万说，我得看住了，不能让你跑了。
不敢说话你这了啊。换做我是不开心的，老怼怼着玩儿，知道兄弟们，他不是说真打仗，他真打仗的话不开心行，就怼着玩儿，知道吧？啊，很正常，不咬，知道吗？啊，大脚啊，没人搭理你了，大脚。我四哥，我四哥把媳妇撂身后了。嗯，没事，兄弟们，怼不疼啊。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，兄弟们啊，谢谢大家伙啊，老铁们。咱有需要宠用品的，咱有需要宠用品，大伙儿，哎，三万来，干哈呢？三万，你总是咬他呢。你过来，来，你过来，来，你过来，来，三万来，三万来，三万过来，来，七七坐这儿来，三万坐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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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没事，我睡觉晚，没事。哎哎哎，哎，老四要咬七七啊，能咬不？不知道。大哥，别咬着我去！七七，闹！你看啊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都是亲戚啊，可不能打架呀！哎呀妈呀，不能打！七七来坐这儿来，三坐，三坐，能不能咬好了三坐？哎。真是啊，自己家狗不咬，就咬别人家狗。不是，Seven给七七怼毛了。你看他咋不咬奶茶？奶茶说了，这是我家亲戚，你小点动静。这是我家亲戚，你别吱声，是不是？嗯，是、啊、说他呢，说他。别说他呢。不让别人靠近Seven。Seven，这傻子干啥呢？一个人怼他了啊！他塞巴就在那看着啊，不对不，那不对不，就在那看着西西。大家是不是好朋友？可不总叫咋回事啊？他可能要有话跟你说呗。要是好朋友吗？西西，西西是好朋友吗？西西，西西，不是好朋友啊？能不能当朋友说我？赛点，我瞅你一说，我瞅你一说，你这一熊仔，我瞅你，我瞅你，啊？三位来，三位来，三位来，三位，三位来，三位，你跟他握手，先握手，三位来握手，好。呵呵，那查查也来了。那哎，老四啊，那可是你妹妹啊。老四不能咬母狗啊！老四，你怎么母狗你都咬咬啊？啊，老四啊！他跟七七这能打吗？啊？嗯。他跟七七急眼了，刚才是不是？对，正常公狗不咬母狗。你可拉倒吧！小牛连自己儿，老四连自己儿都咬。那是公狗吗？我说母狗，母狗不对，公狗不咬母狗。那小迷糊不是他儿子吗？老四急眼了，连小迷连他儿子都咬。小迷糊奶茶瘦，连我都咬。奶茶运动量大，天天老能跑了。我给他加量呢，不敢使劲加，加多了就拉稀。你俩握手，你俩握手。七七不让拿手，哎哎，又怼一下，你看又怼，哎哎哎，哎呀妈，哎呀妈。塞班，塞班，塞班吃醋了，塞班。三万吃醋了，到这就别动手了啊，行不行？我得摸摸人家，三万总吓唬他，他可能打不打不过三万，行不行？啊？打架呀？打架不一定啊，不一定。我感觉他肯定打不过。在母狗之间打架的少，啊，打不起来。哎，你家狗不咋掉毛了啊？过时候了。天天有的梳吗？不天天梳啊。啊？过时候了。前两天洗个澡，游泳，然后梳的嘛。啊。老四要干仗了，跟谁啊？跟小迷糊。老四要跟小老四啊，你他妈好干分子啊，四哥呀？啊？四哥，来，四哥来，过来来。哎呀！你好干呢。七七。
塞班又怼七七了，应该七七急眼了。老四还在那挺硬啊！你看，哎，但老四，你看一出来他不咬自己家狗了。七七越来越好看。完了，二哥让四哥眼睛给咬坏了，咋整啊？二哥眼睛咬坏了，啊，我得让老爷赔呀，把四哥，把四哥，把四哥扔这儿吧，当药费了啊。你把二哥叫出来，让他跟老四他干一下，看谁能上来。俺们现在已经干输了，你得拿药费，眼睛都干出血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把四哥压这儿吧，把老四压这儿。四哥这谁要啥尿了，擦一擦来。嗯，当赔偿，你们说对不对？把四哥压这儿了啊，当赔偿。看眼睛，这哇哇淌血呀，看着没，这头的看着子，看着看哇哇淌血。哎呀，这咋整啊？哎呀，还好意思说呢。哎呀，他哪会解尿？哎呀，挂脸上了，这家伙挂脸上了，瞧瞧。他尿的多了，着凉，这天不能。好客呀，不行，四哥是我们的，破相了。四哥护着家里的狗，哎呀，我四哥呀，要不是四哥在家里能当老大吗？兄弟们。啊，你看我平时我四哥不咋地呀，看我四哥平时挺笨的呀，兄弟们，我四哥可不笨。我告诉你，四哥心里可有数。啊，小迷雾啊，啊，欢迎大家伙儿，兄弟们啊！大家伙儿有需要咱们家的宠物用品的啊，老铁们啊，咱家木耳，兄弟们，咱家的东北特产黑木耳，兄弟们啊，你们有想买黑木耳的话，你们可以拍单木耳，兄弟们啊，木耳绝对好，咱们东北特产，兄弟们啊。47.9元一斤，老铁们啊，咱家木耳非常便宜。行了，不能干仗啊！嘎！谁跟谁干仗？我想知道谁跟谁干老干仗啊！啊！大脸是谁呀？大脸是老四的媳妇吗？大脸你们都不知道，兄弟们啊！大脸你们都不知道是谁，大脸是老四的媳妇啊，主播媳妇，快手号叫啥来着，三文妈妈，兄弟们，你们搜三文妈妈就能搜出来啊。东北黑木耳47.9元一斤，兄弟们啊，大伙吃过咱家黑木耳，兄弟们啊，你们可以拍一个47.9元一斤的，没吃过的话你拍那19.9元的，兄弟们啊，19.9元的木耳的话你尝一尝，兄弟们，咱木耳销量非常好，而且呢好评率99%出来了，我们是一家人。这几个狗的一个比一个有意思。Seven 的妈妈在哪儿 ？Seven 的妈妈，你说是我媳妇吗？这俩黄头家搬家了，保护好大脚。大脚没事行，大脚小，还没发情，他也不爱欺负，也没人愿意跟他玩。大脚没人愿意跟大脚一块玩，他们几个都小，大脚小。带好几个狗霍霍新家来了，完了又干起来了，又干起来了。Seven 啊，我给你们看看啊，兄弟们，给你们看看啊，全部到杭州了吗？现在没到杭州了，兄弟们，现在在杭哥家呢，在一号麦他们家呢，兄弟们，啊，大家给杭哥点关注，一号麦啊，在杭哥家呢，兄弟们，啊，再有杭哥往上搂一搂。老四不喜欢大脚啊，老四不是不喜欢大脚。那家伙，兄弟们，你这老四智商，你说够不够用吗，兄弟们啊？兄弟们，你说老四，哎，四哥，老爷问问你，你是喜欢那2岁的孩子，还是喜欢18岁大闺女啊？四哥指定喜欢18岁大闺女啊，四哥不能喜欢大脚啊，四哥现在对大脚没有概念。沈阳气有烟，早点回沈阳买个别墅。哎呀，哪有钱呢，兄弟们，哪有钱买别墅啊？啊，
迷糊啊，你又准备偷东西啊？你又研究啥呢，迷糊啊？啊，哎，迷糊长大不大横啊？啊啊，迷糊大是大呀，迷糊总爱欺负呀。啊，迷糊得找七七玩，这家伙怎么跟我一个色儿呢？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啊啊！你看看你，你看你家这个狗啊，干啥呢？这是赠我一胳膊，你瞅瞅你啊，这啥意思啊？啊？让你陪他趴睡觉，我陪你睡啊。他愿意咬胳膊哈啊？是吗？啊，摸摸吧，摸吧，嗯，摸俺家奶茶，摸俺家奶茶，奶茶好，好奶，好几年没看奶，两年没看奶茶了，干啥去放狗去啊？我不放，我这出去聊聊，再说。啊，两年没看奶茶了，这是七七的待客之道啊。老爷，这是谁家呀？哪里？沈阳兄弟们，沈阳韩哥家兄弟们，一号麦他们家啊，老铁们啊，给韩哥点点关注，一号麦他们家啊。明天我还得开，明天开车的话，兄弟们，从这哎，韩哥还有多少公里来？1800公里，1800公里，这最少也还开18个小时。其实三文挺怂，你知道吗？他只要干起来，三文不行了。三文不行。完了就跑，光没事似的。嗯，你看，哎，你看三文兄弟们啊，木耳19.9，一碗180克，兄弟们47.9一斤，啊。我出去，别跟我出去，下出去，我下这么大。一个狗，两个狗，三个四，5、6、7，兄弟们，你们在直播间里头一次看着咱直播间这么多人，18个小时。为啥去杭州，兄弟们？玩呗，折腾呗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人生就贵在折腾啊，是不是？明天到杭州吗？明天差不多不行，明天正常到杭州的话，老铁们啊，也得是明天晚上了，啊，也得是明天晚上。是山东还是沈阳？现在在沈阳呢，兄弟们，现在在沈阳，啊。No， 这个七七啊，这个七七，他不下来了。哎，三文总揍他，你看三文总揍他屁股，三文总怼他。三文妈妈去了吗？三文妈妈去了，你看。我媳妇现在可能都已经到了，路上慢点开吧。我媳妇应该已经到了，啊，我媳妇已经到了，火车不让带狗。没法带，兄弟知道吗？没法带狗，真热闹今天。来杭州哪里？我到时候看老四去。杭州萧山区，兄弟们啊，在杭州萧山区。小迷糊啊，你到别人家不能偷东西吃啊！迷糊，你听老爷的话，行不行？迷糊，你坐这儿，你不能偷东西吃啊，跟咱家不一样，迷糊，好不好？迷糊，你消停待会儿好不好？啊，不能撒嘛东西，到哪儿都偷啊，迷糊啊，这不是在家里头了啊，迷糊啊，好，迷糊啊，好。杭州房子租的，租了，兄弟们，租的啊，也有爱心，待会儿点爱心，兄弟们，咱直播间7万爱心呢啊，点爱心好不好？啊，萧山人讲话老爷听不懂。讲普通话都能听懂，兄弟们啊，你正常讲话肯定听不懂啊，正常讲话肯定听不懂。嗯，待会儿有需要优能钙的啊，液体钙，咱小宠液体钙，兄弟，49.9啊，给大伙儿发3瓶，兄弟们啊，49.9给大伙儿发3瓶优能钙，兄弟们啊，你们想买优能钙的话，待会儿可以去买的优能钙啊，一支是120毫升，兄弟们，3瓶49.9。3瓶，总共是360毫升，地板太滑了，在谁家这是老爷？在那个韩哥家，兄弟们，在韩哥家看猫啊？你们想看猫啊？啊？
想看猫猫啊？喵，喵，啊，养小猫挺好玩啊，兄弟们哈，啊，还有猫呢，还有猫，那边还有猫呢，那边还有猫呢，你看这几个狗子，兄弟们，我给你们看这几个狗子啊，呀，这几个狗子几堆啊，啊，这几个狗子，啊。无敌，看无敌，无敌无敌搁哪儿呢？哪个是无敌？是不是那无毛猫就是无敌呀，兄弟们啊？无毛猫是不是就无敌呀、啊？看无敌啊！咱这罐头，罐头是19.99，19.99的话发三罐，兄弟们啊，三罐，一罐是375克，兄弟们啊，三罐加一块一共是1125克啊。拍一发三罐，19.99发三罐，兄弟们特别划算啊！无敌呀、啊，你多长时间不洗澡了，无敌？啊，你多长时间不洗澡了，无敌？啊，大迪，大迪，你多长时间不洗澡了你？啊，你不想洗澡啊？你想出来呀？啊？他家卖宠物吗？不卖宠物，兄弟们。啊，他家卖狗，兄弟们，卖的小狗。啊，小猫也卖，兄弟们。你们可以给榜一点点关注啊，小猫小狗他们家都卖。嗯，喵，流氓迪，猫，无毛猫啊，这底下还有一个小黑猫，这什么猫？这什么猫啊？这什么猫这是？啊，这么黑，还这家伙，还这家伙啊，韩哥呢？尿了，啊，我不知道谁尿的呀，应该是吊猫，品种不少，还这块儿，这个我还是觉得小坑可怕。他不对付，你看看啊，兄弟们啊，你看，罐头拍一发三罐，兄弟们，咱有鸡肉的，有牛肉的，有鸡肉蔬菜，有牛肉蔬菜的啊，19.99发三罐，啊，那我没找着东西擦，我操，谁尿的？应该是我家狗尿的吧？那肯定是啊，啊，那肯定是啊，过来来。哎呀，这地方真大呀，哈，兄弟们，这地方直播正好。哎、这地方直播是真挺好啊，啊，恒哥，啊，你家这地方真挺好吗？直播呀，啊，好啊，嗯，来买一个，这瓷砖行，我这整那个地板整够了，我想叫这种瓷砖的，这狗子玩得开呀，啊，狗子玩得开呀。明花，我都怕我明天我家狗不愿跟我走了。这地方太舒服了，兄弟们，这地方啊，空气还好，知道吧，兄弟们，空气还好，还不热。哎，它这不是不热，过来来，你们几个过来来，欢迎大家伙，兄弟们啊，大家伙没点亮，咱们点点亮，兄弟们，没点亮的好朋友们，大家伙点点亮啊。感谢咱多米姐姐啊，兄弟们啊，咱给多米姐姐关注，兄弟们，咱给多米姐姐往上搂搂关注啊，谢谢多米姐姐啊，谢谢多米姐主播，你朋友坑杭州萧山人吗？是杭州萧山人吗？萧山区，兄弟们，我朋友不是萧山人。韩哥真是有矿啊。大脚，大脚累了，啊，大脚累了，给猫还吃了吗？我等会儿给他们吃，兄弟们啊，等会儿给他们吃，啊，等会儿我给他们吃。赚钱回来来沈阳，沈阳别墅挺多，
赚钱回来来沈阳吧。哎呀，看看吧，兄弟们啊，我还是觉得牡丹江好啊，不热，兄弟，它这不热啊，沈阳这地方不热，今天外面阴天。嗯，咱们家明天才能到新家，兄弟们，咱明天才能到新家。今天来是韩哥这，兄弟们，韩哥这地方真好，全国最大的绿化城市，杭州萧山是全国最大的绿化城市，绿花城市。什么是绿花城市呢？啊，沈阳今天下雨了。哎呀，累！今天从下午，从中午11点时候出发，啊，一直到现在，开了多少小时？开了8-9个小时啊，太累了，兄弟们。啊，这折腾下挺累，折腾不起呀。明天还得开18个小时，最少18个小时能到地方。在那睡觉，这都折腾一天了。韩哥，要不你播吧？啊，你播吧，让韩哥，我兄弟们，待会儿上韩哥那儿去，我喂喂狗。啊，你们上韩哥那儿去，好不好？我这洗吧洗吧，一会儿我也休息了，明早上，啊，明早还早起，待会儿上韩哥那儿去，兄弟们，韩哥在2号没？韩哥你开播吧，韩哥。啊，我跟韩哥播一会儿，我累了。兄弟们，你们想看俺家三阳的话，你们在韩哥那能看着，行不行？你们在韩哥那能看着，好吧？哎呀，我就给大伙儿报个平安，兄弟们知道吧？啊，我这开播其实没有啥意义，我给大伙儿报个平安，啊，大伙儿都等着我呢，等着我到地方呢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好吗？你们上韩哥那儿去，啊，今晚韩哥就在韩哥家住了，嗯，沈阳没有不谁也不认识啊，老铁们，我只认识韩哥呀，我只认识韩哥，感谢韩哥，兄弟们啊，韩哥又刷礼物了，兄弟们，咱上韩哥直播间，韩哥开播了，兄弟们，韩哥开播了，大家上2号麦直播间，老铁们。我都没法跟韩哥连麦。电商，你也是电商啊？嗯，你也是电商，咱俩连麦有那啥吗？有啥呀？啊，怎么连？兄弟们，你们上1号麦吧，兄弟们，你们上1号麦吧。啊，点开主页就行，上韩哥直播间，兄弟们。啊，韩哥叫什么？七七八顿爱奶茶呀，老铁们。啊，七七八顿爱奶茶，大家给点关注了，老铁们啊。38又来杭州了，哎呀，现在呀都知道上杭州了，兄弟们，现在都知道上杭州了。嗯，明天路上去宾馆歇一歇，我就打算一口气就开到地方了，知道吧？一口气就开到地方了。感谢四叶草啊，欢迎四叶草，谢谢，谢谢家人们，兄弟们，谢谢大家伙的挂念，兄弟们啊。比熊狗粮推荐哪一款？咱家狗粮，你比熊的狗粮的话，你吃第三个链接就可以啊。咱第三个链接，你家狗狗就能吃啊。谢谢大家伙的挂念，兄弟们啊，谢谢你们的牵挂，老铁们啊。落户杭州没落户杭州，没落户，兄弟们，大家给上1号麦吧，我现在就关了，老铁们啊，我现在关了，我先洗一洗。刚才我这在外面让狗咬了。四哥来，嗯。好了，三万不能揍他了啊！兄弟们，待会儿上1号麦啊！哎呀，哎，好了好了，三万啊！啊，干啥呀，七七呀、啊？这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瞧，哎呀，我的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七七，啥意思呀？啊！我的妈呀，谁呀？七七呗，习惯了都，啊。那啥，来去沈阳了，今晚在沈阳歇一脚啊！榜几是？榜一，兄弟们，主播榜，兄弟们啊，主播榜榜单的第一啊！你看，你点开头像之后呢，兄弟们，你点开上面三个人，三个那个头像那个，你点主播榜单啊，主播榜单，韩哥正在直播啊！我说啥时候我关了，兄弟们啊！感谢大家伙，咱这韩哥直播间怎么进榜一？点开，兄弟们，怎么进榜一呢？嗯，能连吗？
这还连线，连线连 PK 的还。一个观众收取，咱俩收取的电商还要钱呢。啊啊！我如果要是上你直播间，过去1500人的话，咱得花1500块币。拉倒吧。啊。拉倒吧。现在太难了，我的等级太老了，来了。去了吗，兄弟们？你们点吧，你们去吧。老爷去常州干啥？常州产啥你们知道不？产美女。常州产啥你们知道不？等他下一下。我关了，兄弟们啊！你看我再洗洗去。啊，兄弟们，我再洗洗去。啊，我告诉你们怎么进，兄弟们啊！我告诉你们怎么进，兄弟们啊！产美女对。呀，那手机卡呀！啊，好了，兄弟，我关了啊。韩哥，你那多少人？890。嗯，890。哎，我这怎么看不着呢？嗯。哎呀，大家上面不是有榜单吗，兄弟们？榜单点主播榜，点主播榜点七七八端爱奶茶就进去了啊，老铁们，拜拜，拜拜，兄弟们，拜拜。啊！我关了，兄弟们啊，关了，好了，兄弟们，马上就要关了，老铁们，拜拜，谢谢大家伙啊！明天给大家伙播，兄弟们，明天三元店给大家伙播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家人们啊！拜拜。晚安，兄弟们啊，晚安。